台湾人民关怀因为心要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各位同修，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堂上历代祖先诸见灵，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几节是讲到用意科学，用意科学是知命的一本这个妙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妙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本命，但是这本科学只能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奇班才能够来请，因为初级班还没进入情况，你不要浪费花这个钱所以你请这本用意歌诀，你能勤诵的话，对你开发自己内在的本性开花你全家人亲朋好友的智慧有相当相当大的用处对你或是亲朋好友能够安家立命，安身立命，远离颠倒梦想的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用意歌诀王禅老祖传到现在屡试不爽，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命，知道自己的命卦以后，你就可以减少失败。我们身为父母的人，我们有办法生孩子，但是你没有办法了解孩子他的天命和他的命和他的天机和孩子的一生荣华富贵等等的现象，你不晓得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有的我去修行，修行你要接到法，不然你一辈子修一辈子还不知道自己的命，不知自己孩子的命是怎么样的，他来到世间的本愿，算命就是每个人来世间的本愿，有的来当王侯，有的来当相将相，有的当宦夫，有的当走卒各有天命，
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已用，小材也是小用，功德一样啊。所以今天心同观世音菩萨啊，他的圣诞也是本为心圣教。本人在民国75年，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啊，化身啊，光降在本法门啊，到现在来总共27年，27同道，同一个什么道？成就佛道之道啊！所以希望各位前世同修，有几个二七，真的很难得来走这个很长远。尤其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武术界和宗教界融合为一，能够走上30年，确实不多。而且能够与佛法、万教的佛法融合为一的，更是少之又少。再来能够得到世界国际的共同认识和肯定、欢喜接受、奉行的，也只有唯心圣教所以在这么多年来，王禅老祖的慈悲以各种方式起宣妙智，希望大家都能成圣成贤所以各位不要空过了啦。那今天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地泽临卦地泽临的命卦，地泽临卦财生我啊，做生意赚钱不错哎，财生我亥子亥子季节见真财，11月亥年子年，你的生意做事业，你会有很多的贵人来相助牛羊，牛是丑，羊是未，丑未年岁月那么党财神丑年未年是你的了钱年那凡事你不贪，凡事要接沾，你学了易经，凡事接沾不该为你就不要为嘛，那你减少失败嘛这么卯有灾要小心，卯年有年有灾厄，身体要小心，又有官司，有年来有官司，卯年来伤身体，你要小心呢所以你自己有这个烦恼你用意科学，你是多练，除了能够改变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行为以外呢，我鼓励各位要持诵你的真言真言就是72天师地泽临天师的他的真言，自己要修你好运好运也要修，才能保持永久若是不好命不好运更要修，人生来世间上输人不输丁你输人家一个人两个人没有关系，不要输整个全部嘛，所以要学易经，大家一定要学易经，亲朋好友都鼓励他们来学易经，你就是功德无量。
好，我们再重复，地轴临卦啊，财生我，有很多的贵人呐、啊，啊，亥子年，亥年子年季节，或者亥月子月的季节，啊，见尊财，好、啊、有贵人，做生意会赚钱来，牛羊岁月挡财神呐、啊，牛年丑年未年，啊，这财神你会碰到你的仇人。哦、那么做生意无意中了掉了一大堆，要小心。卯有灾，卯年有年，卯年有月，卯年卯月有年，卯月有年有月、哦、有灾要小心，你小心哦，你就不会有事嘛、哦、所以要先知己啊，你不先知己，那你怎么去趋吉避凶啊？你不修你怎么知己？你不来学易经，你也不知道自己你这一步是车子的能量，什么路可以走，什么路不能走啊？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啊。地火明夷的命卦，地火明夷晦暗涛明的命卦，好，地火明夷见光明，你是当正官的，见光明要多修行多读书啊、哦、啊，那财无难求啊，勿强求财和、哦、无常难求，你不要强求了，你强求绝对失败的了。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姐的儿子地火明夷，跟他聊了三个阶段了，孩子40岁了吧，啊、哦，又是丑年生的，地火明夷旺得不得了，原来当公务人员好好了、哦、他都不愿走，个性比较刚比较的焦，所以就辞掉公家单位，就去跟人家做生意，每次做都每次了钱，了到最近又要做，师姐来问我师父，我儿子要做生意，你看好不好？我什么卦？地火明夷属什么？属牛。哎呀，这个孩子骄傲的不得了。哦，对呀、啊，很骄傲啊。哦，我讲他都不听啊。哦，所以他跟我拿钱，做了三次的事业，三次都败了。把我钱快败光了，我现在手边的一些零用金而已。哎呀，要做什么不要做，母子感情破裂也没有关系，是在救他。所以命中无财莫强求嘛，这个好了，好了，我们再下去啊，财富难求啦，勿强求啊。读书考试有官贵啊，可以当官当的不得了的大官呢。好、哦，受苦岁月可提名啊，蠢戌丑未的人，你考试了就可以提名，可以肩膀提名。若是孩子啊，这个命卦鼓励他读书，鼓励他去考公职，啊，一定是国家非常重用的栋梁。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地火明夷见光明啊，你要见到光明，晦暗涛明嘛、哦、财无难求勿强求，不要去做生意啊，做生意到最后都完蛋啦、哦、啊，读书考试有官贵啦，读书考试有官贵啊。好，那么仕途岁月可提名啊，啊，仕途岁月啊，一定会金榜题名啊，做一个好好的公务员。你这一生要来世间，你的本愿本命就是当公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人。所以你知命，你就知机嘛。你一知机，那么你自己啊，你的人生的路途啊，你就可以走了安稳嘛。而且有功德啊，我们人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没有失败的本钱。你一失败了啊，拖累亲朋好友，惹了很多的不必要的官非是是非非，那你能回归到本来的家？我才不相信。所以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出家圣诞日啊，我们以此勉励各位，你治病了你要先治病啊，你不治病你要得到解脱很困难。所以当下你治病，你当下就是离开烦恼的思想念头执着偏差的家，那你等于就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已化身了嘛。阿弥陀佛。哦，所以我们再来地雷户的命卦。地雷户的命卦啊，一言护持万象更新啊，你一生的路途都在默默的在 行道啊。那地雷户卦从何来？因为前面上五个阴，一个阳在最下面，啊，阳下阴上，哦，你就要修行哎，要治病啊，不要急，哦，默默的奉献，哦，啊，一无害子是正财，一爻五爻啦，啊，亥水子水，亥年子年是正财。做生意好得不得了，哦，所以啊，那么冬至财神来圆满，冬天呐，啊，哦，你做生意，冬天都会比较好，财神就会来圆满你，来团圆呐，啊，来团圆呐，啊，嘿，四库银身不堪灾啊，所以行是 TBA 归行是。U 米尼春序丑未年，啊，还有寅年和申年，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年头，你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啊，凡事你要学习，水在地下，它永远没有停顿。啊，水在地下，滋润。默默的滋润所有草木众生，啊，你家做水水的生意的，啊，服务的生意的，啊，你能默默的做，不张扬，啊，不张扬，你滋润所有的众生，就先利他。所以地雷护命卦的人，一定要学习先利他。你利他了之后，你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回馈啊！比如你要水，下面你水在流，滋润树草长大了，地表面才不会枯燥啊。然后他们让土湿湿的，你的水分又会增加，你的财富又会更增加。哦，这是地雷护命卦的嘛，你知道怎么做了，你绝对一生是很幸福又快乐的啦。哦，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知机，要知命，你要知命修行修五行，若是你不知命你要修行，我告诉你要修修行修五行啦，每天乱谈有什么用啊，又没有人害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易经啊，才让各位修行道上可见。本段节目由祥昌再来，地风生卦，地风生卦，
地风生卦虚入生，太阳慢慢的上升，啊，不贪，啊，不急不躁，啊，是乎赢。地风生卦是辰戌丑未的图，碰到辰戌丑未的年，啊，就是你发财的年，啊，这秋霜金黄有陷阱，生金有金，秋霜啊，谨慎谨防有陷阱啊，图哗陷下去了，要小心啊，害事仇神又冲突，你害人仇人事人，害人事人仇神又冲突，遇人不淑，比较会碰到一些障碍，那个障碍是你累劫所累积下来的冤亲债主，所以我要每次法会要各位，你们要超度冤亲债主，道理就是这样。但是你超度冤亲债主，唤醒自己，现在开始不要与人结恶缘呢，你现在结恶缘，冤亲债主下辈子会来找啦，你放心啦，但最扯丢你的没给他扯不丢哦，这个是非常的灵。那么既然找到了，我们自己要修行，以修行的功德来回向啊，以自己修行啊一切念经的功德来化解冤仇。所以你要化解灵魂界冤亲债主的仇，那只有一个办法，念经，用佛法，用道法，圣法，诵经修行，才能还前辈子的债，否则你还不了。现在的债也许在其他国家你欠人家的钱哦，没有还啊，伤害到人家你还钱，你现在是台币啊，你台币到大陆人民币他不用啊，对不对？台湾的台在台湾拿人民币要来用，台湾也不能用啊。哦，所以只有用佛法，用修行的功德，仰仗黄山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慈悲啊愿力来加持、转施我们所诵的经啊，忏悔，慢慢的你会化解干戈习战争啊。啊，之后人心才能够相疼爱，同其两个永远的和平。啊，这是我们九九法会的因缘。啊，那刚才啊，我看到我们这一个啊，天心灵山宝塔啊，这个松柏长青棒啊，松柏长青棒呢哈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听了还没送回来的，赶快送回来，我要把它架起啊，架好99座的松柏长青棒，然后在11月17日法会圆满的时候一起奉送，人人有个灵宝塔啊，灵山塔下好修行，就是我们的灵山塔啊。所以各位，你们这个所祈祷的祈求黄山老祖啊加持和化解你以所有一切众生的冤仇啊，你不要写说祈求黄山老祖加持啊我某某以祖先的冤仇，那样是不对，祖先跟你没冤仇，祖先给你只有恩而已哦。所以前几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岳师兄他就写了要与祖先化解冤仇嘛。那天我祖先晚上呢，祖先在那看头看啊，我看你说我玩笑，所以要赶快回来再添一只哦。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小看你们在修行的过程，尤其依照宗教法仪升坛起来，任何一个这个妙法都是有无上
功德力耶。何况我们今天为各位传了啊，这个维新圣教啊，用意勾结这一本经啊，你们请回家啊，在家里的人大大小小的字都有读专门挂了，自己可以提醒自己啊。啊，比你这些哎，我什么孩子啊，张某某这个命卦，哦，李某某这个命卦，你写好了，孩子每个人送一本给他嘛。这个用意勾结不是这一种的，所以我的奖金好用了，印了很精装、很漂亮的精装本，啊，留着千秋万世都可以用嘛。啊，无论以后你什么时代生了孙子、孙子、孙子一直生的时候，用一个结，你绝对可以用上千秋万世。你不相信？五千年后再来看，那用一个结，绝对是有用的，而且屡试不爽。所以我们要留财产给子女是很重要，但是留法宝更重要。法宝就是祖德流芳。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再重复一遍地风生卦的同学们啊，是地风生卦虚则生啊，啊，不急不躁啦，是苦盈啊，这秋霜紧黄，有灾有陷阱啊，亥巳年月日啊，仇神又冲突啊，我们要注意嘿。好，再来就是地水师卦，战争的卦面卦象啊。地水师卦，地水师卦宜团结，你要打仗一定要团结啊啊！精诚所至，才必来啊！要有智慧啦，方能出兵啊。必受败。冬天啊，就是亥月子月，就是来克财嘛。啊，那么树库耗神呢、啊？五月开了，五月高位会赚钱，好、啊、财运就好。地水师卦，各位同修，我们来到世间上，大家爱怕别，要努力做生意，努力赚钱，努力。共同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家庭的安定，这是地水师卦，要团结。那么我们战争，过去战争特别多，所以从这个卦呢，地水师卦啊，五阳五阴又一个阳，阳在啊这个大地上。周围都是阴，所以各位，我们地水命卦的人，你一定要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你一定要好更加的团结，团结要与人团结，不是人家要与你团结，自动与人团结啊！不要说自己啊想一些怪点子、鬼点子，到最后。你是必成困兵啊，到最后来该你死在墙脚下，嗨，没有人同情你啊。所以地水师卦的人，你一定要自动与人团结，一个团体团队里面的生活，一个职场的工作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智慧。若是没有这个智慧的话，没有团结的话，你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啦。好，在世间上受命运的束缚，你要脱离受那宿命论的束缚，你必须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的话哦，那你要成功是很困难的啦。好、哦，冬能夏天啊、出兵
必受败，啊，你都要做事业，啊，反正子年亥年的时候，就是你事业失败的年。子年亥年，动能嘛，子年亥年是咱事业失败的年，啊，那么怎么办？自己要守嘛，啊，那可以坚守一盏小小的小油灯，啊，你小油灯呢，你不要让它说哇，我要把它点更亮，啊，到冬天来了，啊，冬天来的时候，啊，冬天来很冷嘛，啊，很冷，你就哇要点更大更多的油啊，结果你油都点光了，到时候死在冬天里面，逃也不出来，谁同情你？不可能嘛！所以要知机，要知运与知命，你才能超越一切法。是乎，啊，耗神啊，蠢蓄愁味，你要生出嘛耗神，五叶开了。好，你要等到五年的时候，五年四年都是火盛的时候，你的事业才顺利啊。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命，知道自己的命，你才能够啊掌握自己的命，才自己能够转运，不然命运你要靠谁转？所以这个叫做易要，命运的一把锁叫做易要。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在民国72年送给我这个叫易要术，易要术打开命运的一把锁啊。所以我们人你看易经嘛，从黑暗到光明，从光明落入黑暗，中间这钥匙休息，打开命运一把锁就用易经。所以当下易经你怎么打开命运一把锁？所以就是用易歌诀，用易歌诀里面的妙法就是打开命运的一把锁。啊，再来呢，七十二天师加持世界和平，啊，共转法轮的祷告，哦，这七十二天师了解到你自己天师每一个命卦，有你的真言，你的本能，你的导师在哪里？所以这个叫做天人合一嘛，天人合一。啊，七十二天师，啊，七十二天师就是。七十二天师，这是空性嘛？啊，那64卦，啊，这是我们的色界嘛？色界，色界，我们的人生，天运，这是本尊，也就是天上净土。啊，每个人的本尊天上净土，所以这个整个叫做人生。人生，你人生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空性，啊，你现在的人生色界，你的命，这命卦。所以今天我们在99法会，啊，承天微光，啊，仰仗黄泉老祖。还有大慈大悲列位祖师，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开示给我们这个我们两部的妙法，啊，这两部的妙法，21世纪才传，21世纪的当下才传，啊，若是各位你们有需要，要了解自己，你们可以向啊易要出版社。啊，来请这两本经。好，那我们再来
最后一个卦，好，第三圈卦，好，第三圈卦，所有六十四卦到最后一个第三圈卦，第三圈卦嘞，牵着弦，时时多做反省、忏悔。你绝对会成功。第三圈卦的人，你时时一定要做反省，要忏悔，好啊，修斋祈福保家康，修斋，修斋也都啊，多吃斋，不与众生结怨仇，不结杀业，好、啊、来为自己祈福。为众生祈福，为你的列祖列宗来祈福，来修斋。哦，我们的指导灵是祖先嘛，我们的守护灵啊，指导灵啊，啊，上面修斋，不杀生，不与众生结冤仇嘛。好，那无财莫求，心安详，卦中没有财。啊、你不要贪求，顺其自然，先修心，财就来，好、啊，心安详。啊，那么谦逊待人，福绵绵，谦逊。第三圈的卦象的人，一定要学习谦逊。啊，我们所讲八八六十四卦的命卦，到最后来讲第三圈，各位同学们。过有过的命卦，啊，牵挂头低下来，看自己的心，啊，观世音菩萨，啊，在民国七十一年，我病了最严重，已经病好了，渐渐好了，观世音菩萨的救度，王禅老祖的慈悲天人加，啊，合一修行，祖师爷的加持，诸佛菩萨的加持，啊，有一天告诉我，大大未解危。唔通求脱逃，逃脱退未去，到时第四时家己压下来，锁就压下来。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法印，叫我们要第三圈。所长是大地，这个起来是山，这是山，这个地，把第三圈压下来，大大未解危，唔通求脱逃，逃脱退未去，到时第四时家己。大家来到世间上，能期望有所成就，而希望大家能光宗耀祖，祖都流芳了之后，我们光宗耀祖。但是观世菩萨，我们要第三牵挂，要谦卑。所以你们看到观世菩萨啊，所法印接下来啊，谢谢你观世菩萨，谢谢，我一定会谦。谦逊为人，时时反省自己，就反省嘛，啊，忏悔，不要再让自己坏习惯的发生嘛。所以你认识六十四卦以后，你才能够接下去，你怎么修行？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讲到开头三分之一的地方，老祖开始就要讲七色天师名扬两界的、哦、天师的心法真言以后、啊、接着又讲我们六十四卦世间人、啊、六十四卦六十四种的因果力、啊、如果修行就是名扬两界一起修行啊。那么当下啊，我们在九九法会每三十年里，啊，每十年一次的第三坛，啊，我们愿以此功德，一起来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啊，诸祖灵。然后我们以2014年的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
将有36000人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九坛的祭祖大典会上，以此99天共修的功德，一并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我们的祈愿啊，以这几天，从8月8日到现在的9月19日的当下，啊，所开示的一切经法真言，来回向当下啊，坛城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天主帝王朱建灵，还有个人冤亲债主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听经闻法，纳受供养，啊，同修唯心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当在元旦1月1日下午祭祖的最后，我们在36000众的一心念佛，奉送祖灵，灵归极乐净土，以为本愿，啊，这是我们99法会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慈悲加持灌顶，所以我们这一节很重要了。最后一个总结就是第三牵挂，啊，第三牵挂，牵则贤。做人处事，我们碰到不谦虚的人，非贤人呐，啊，谦则贤，修哉祈福保家康啊，啊，无才莫求心安详啊，啊，只谦逊待人，福绵绵，啊，愿以最后一卦第三牵挂的功德来全部进阶回向。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各位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人生难得，我们既然都有缘，世间走一趟哦，啊，走一趟的岁月，没有好好啊运用我们的人生，好好修行的话，当下我们各界的啊，贤士同修，诸祖生门，啊，贤士门为各界公社连坐连位，招请入坛城，啊，来听经闻法，啊，共修圣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个人的天上世界。天师净土，啊，各自灵归净土。那么我们现象世界的人们，我们也应该啊，及时要做反省忏悔，依法修行，不要等到我们的色身不见了，然后才要在仰仗子女们为我们设莲位，进入在这心灵异世界里面听经闻法。那若是我们的子女啊，宗教信仰糊涂一年不祭祖，那我们到哪里继续精进我们的灵性光辉呢？啊，我们的灵性怎么升华呢？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哎。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现在不把握，等待何时啊？啊，所以说。人生60不知休了，等待何时再来有，即是以上64卦啊，这个卦象和知命的上圣心华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部经呢，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讲到啊，我们讲到呢说。一修
还原还本之道，会念阴阳而不得。所以念阴阳你要修行一阴一阳是易经大道，你不这样你没有办法得到自己的那一颗心和回归极乐净土的心法。那么彻离卦以补坎，应坎爻以天理，护前见，高明以配天，转坤柔薄厚而配地。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开示的所开示的呢，六十四卦，七说天师，明阳两界和主灵相辉映，天人合一。所以彻坎补离转坤柔以补坎以补坎这个就是上圣心法我们今天心弘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出家圣诞的吉日呢，我们除了以此供养以外呢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徐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有和平，也祈愿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灵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